好，挖盒卡，挖盒卡，变身，合成，自动放入。欸，它有保底耶，那我们先我看看。这个是白和绿啊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哦，高级的。啊，这个有了啦，这张是蓝的，这张一定蓝。一个蓝的啦。哦，两个蓝诶。欸，这游戏卡片比较好合诶。合的比抽的简单。合的比抽的简单，这个闪一下蓝光没有，这绿的。那我们就先变身一下吧。没有。哦，我是骷髅战士诶。变身。娃娃也有蓝的吧。娃娃。附加。欸，这张蛮强的诶，就台湾黑熊啦。你们有人在解成就吗？打1000只怪，这个可以组队打哦，组队四个人会共享次数哦，这个跳很快，所以如果你们要解成就的话，就组满四个人一起刷同个地图。我今天要尬视频了，我觉得尬视频才是我唯一归宿，没有视频没有希望。视频我们先来一个攻击戒指，一包应该可以加5吧。先开，这个怎么点呢？先全部都加3。我们今天试一次什么叫做一键强化，立刻试啊，全部强化到加3，我们看有几个加3，一次强化，哇操，这个太刺激了吧，这个一键强化，心脏好抖哦，哇，没事不要玩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想要稳的话，你不用正面点，因为他这边就会给加5了。你只要练到55级，你就可以直接买加5，而且你不用赌几率。强烈建议开局的那把武器不要把它点爆。你们看我拿什么武器？不是我在讲，我开局蓝武点加8爆了，我现在只剩白武。你知道白武跟蓝武差多少吗？人家打过来3刀一只，我打过来大概13刀，欸，差很多，欸，这个蓝武千万不要把它点爆。你们只要在设定这边，然后其他输入这边打上 KD888 按确认，再打上 KD666 再按确认，就会得到22抽，等于说有11抽变身跟11抽娃娃送给你们，每7天会送一次，所以一个月会送44抽。我怎么可能打输小屁？我是谁？血线不掉血，我要帮小屁一起剁他，两个剁一个，我看你多屌。金旋风还想欺负我们小屁，小屁，小屁被剁爆了，小屁居然被剁爆了，哎哎哎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